想念一个人有很多种方式，不管是读着彭明敏教授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脑海里想着那一个终身致力于推动民主改革的身影，又或者是我们今晚齐聚一堂，一起以音乐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于彭教授的敬爱以及怀念。郑董事长，各位来宾，大家晚安。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张紫薇，感谢各位如约而至。今晚我们以音乐会的方式来表达对于彭教授的思念。彭教授是台湾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留给台湾最大的资产，就是台湾人民的尊严以及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更是一个终身致力于民主改革的勇士。他的精神引领着我们在追求真相以及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今晚音乐会开始之前，首先我要邀请到彭明敏文教基金会郑董事长来为我们的今晚音乐会揭开序幕，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郑毅和郑董事长。陈时中政务委员、吴礼培执政、赖贞昌监委，各位贵宾、彭教授的学生、粉丝、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追忆和怀念彭明敏教授，为他逝世两周年举办这场纪念音乐会。彭教授是一位坚定的民主运动领袖，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事业努力奋斗，奉献一生。他的精神理念将永远启发我们。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为了纪念彭教授，更通过音乐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念和敬意。今晚，国内优秀的音乐家们将通过音乐来诉说对彭教授的敬意和怀念，让我们共同静心聆听。彭教授一生坚持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路上，无论遇到多么艰辛的挑战，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我们这一代在面对困难时的坚强武器。他教导我们，面对不易，我们不能妥协，不能退缩，必须勇于站出来为真理和正义发声。今年是台湾人民自救宣言60周年，基金会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青年学生及专家学者研讨会，来传承彭教授一生为台湾自由民主奉献的理念与精神。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启发更多人理解并继续他未尽的使命。让我们借由这场音乐会深切缅怀彭教授，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大家能享受这场音乐盛会，并在音乐中感受彭教授对台湾的重要贡献和伟大精神。谢谢大家。已经化作千缕微风，自由自在翱翔在无限宽广的天空中，彭教授一辈子为台湾努力的身影深植在你我的心中。今晚音乐会的第一个表演节目，
我们邀请到的是林景如老师要为我们带来的演唱。林景如老师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及艺术学院，2023年他更应邀在德国柏林爱乐厅来演出，也曾经入围第31届传艺金曲奖最佳演唱人奖。今天为我们表演的三首曲目分别是《千峰之歌》、《你是安林》以及《奉献》。钢琴合作王庭月老师，让我们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景如老师。
台湾美丽的岛屿，早期欧洲人称之为福尔摩沙，是孕育我们成长茁壮的家乡。让我们一起以实际的方式来拥护它，荣耀它。接下来要邀请到两位非常热爱唱歌音乐，而且有多年合唱经验的李丽玲小姐以及柴美云小姐，为我们以重唱的方式来带来两首台湾经典的歌曲《唔通嫌台湾》以及《祝福》。钢琴合作陈婉玲老师，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李丽玲小姐以及柴美云小姐。Thank you.
的道路也许漫长，也许崎岖不平坦，但是有你我一手携手向前，你永不独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是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演唱组，也是由国内所培养出来的专业歌剧导演林中光博士。林博士要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你永不独行》、《黄昏阳光金灿闪耀》以及《百合花》。钢琴合作丁兆恩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Where
Suave, beha, fue.
有听见人民的歌声吗？承载着对故乡的爱护以及期待，甘愿为台湾这块土地付出一切，因为台湾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今晚上半场的节目，最后一个表演节目是由美丽人生合唱团要为我们带来的合唱主曲。你有听见人民的歌声吗？请赐我们平安。落水溪，溪水落，以及最后的徛家。我们掌声欢迎由王维林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美丽人生合唱团，钢琴合作陈婉玲老师。王维林教授所带领的美丽人生合唱团成立到今已经第九年，他曾受邀过许多慈善晚会以及音乐会的表演。王教授是美国奥勒冈大学音乐教育暨合唱指挥博士，他曾经两度入选奥勒冈巴赫音乐节的指挥班，接受合唱指挥大师权威埃姆特瑞云的指导，现在是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的教授，积极地从事跨领域的音乐教学以及艺术创作。
洪教授流亡海外二十余年，透过宗教，异乡游子的心灵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下半场的第一个表演节目是要由萧泰仁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许英昌许博士要为我们带来的演出。许博士是民声乐家杨爱玲教授的高徒，今晚要为我们带来两首萧泰仁先生的作品《性忘爱》以及《熊碎野灰》，钢琴合作陈轩君老师，单簧管郭新玉老师以及长笛林廷姿老师，让我们一起以掌声欢迎。Thank you.
在天上的星星以及田边的萤火虫，用一闪一闪的明灭，交织出内心最深刻的思念。当内心的声音最安静的时候，也就是心底声音最清晰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黎荣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表演。黎教授是马里兰大学声乐演唱博士，他曾参与海内外多项的经典歌剧的演出，今晚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祈祷》以及《世界中间的来时》。恭候暗迷听，钢琴合作丁兆恩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
Evergreen， 郑二玉教授以这首《台湾翠青》入选1998年伦敦国际诗作比赛，萧泰然教授更将之谱曲，并纳入交响诗1947的序曲当中。今天晚上我们特别邀请到民声乐家陈卫新豪老师，要为我们大家带来两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花底唔通饲金鱼》，以及这首《台湾的 Green》《台湾翠青》，让我们以掌声欢迎。音乐会最后一个表演节目是由重温旧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合唱主曲《欢欣赞美神》《Gyokja》《土地之恋》以及《吉吉刚奶奶见球》啊。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由曾慧君老师所带领的重温旧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钢琴合作钟涵文老师。曾慧君老师所带领的重温旧梦合唱团是于2017年为了庆祝建国中学毕业40周年重聚而成立的混声合唱团。曾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指挥组。2016年带领师友合唱团远赴俄罗斯参加第9届世界合唱大赛，荣获现代作品组以及民谣伴奏组两面金牌。2022年更参与全国客家合唱大赛，荣获社会组的特优第一名。目前担任多个合唱团的指挥，致力于推动合唱教育。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曾慧君老师。Thank you.
今晚音乐会到此圆满成功，感谢彭敏敏文教基金会全力支持，以及所有表演人员的精彩演出，也感谢所有来宾的莅临，让我们共享这一场温馨感人的音乐会。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